像没有要准备要结束的意思。应该是主持人觉得，哦，这个乐团让我们卖了很多书，让我们都唱几首好啦。请支持余光中老师的序，和他的恋人序啊。好，其实春燕后刚临上台前有跟我说，他想要问一下在场有小朋友的话，问他们以后长大想要做什么。可是刚本来有一排小朋友，现在不见了。有啊，那刚刚有小朋友在睡觉。哎，你帮我走了。没关系，啊、我本来跟他们说我是悠悠姐姐。就跟那个悠悠台的悠悠姐姐。对，加你的愿望。那所以现在是。很好，现在这样。唱一个，我们上次在台中，好，我们唱可能性。好。你吉他 OK 吗 ？OK。应该是说你太机器哦 ，OK， 你 OK 吗？发生爆冲的几率有多少呢？可能性有多少？多少我来那个好了。谁知道《可能性》这首歌写的是什么天气之下发生的状况？最高音那一句吗？不是不是，什么天气啊？就是它是在一个很特异的气候现象的当天写。你破我的梗这样子。好，有谁知道看？不知道。那你选择题：第一，台风；二，高凌风；三，还有什么？林峰。林峰。对。林清峰。对。还有什么？罗时峰。罗时峰。好，一二三。啊，这样子。啊？台风啊，恭喜你！我今天真的大放送啊！还有解放包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们一个。全都送了。T 恤好了，解放 T 恤好了。好，然后跟那个，我们今天正在大放送，我的天哪！好了，我们等一下解放包一个350。我们等一下最后就把送完。对啊，再问一个问题，因为都带来了。啊、哦，是哈、哦，对，因为我是台中人呐、啊，要照顾我们台中人。好啊，对，所以你今天有一种问啊，今天有一种尾牙的感觉。这首歌叫《可能性》。你空气中释放的美，全紫色的慵懒。天空中的奇妙微笑，或许我没有甜蜜的嘴，能完全的释放。心中的神秘难解解，纵然这是个技巧的诡辩，没有逻辑在眼里，一种纯粹性的直觉很短。但是每当我沉睡之前，却依稀的看见被告诫不能跨越的界。我是Chloe，那可能性我不能给你确切数量，而我要动的心脏在此刻停止摇晃，那可能性一大一大的参与计量，而我慷慨又激昂的想着背篓高唱，那可能性你足以让星星知好，小九，你可以问你的问题。
我是真的、欸。我的问题很简单，就是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，歌名叫做什么？数到三，数到三，一二三。我看到丰原人，有人在相亲在那个丰原丰原相亲在哪里？拜托让我知道一下。一定全部都说自己是丰原人了。这个要这个有良心的哦。好，丰原人，一二三。好，你很快，你很快。歌名叫什么？耶、yeah, ，恭喜他，可能性。恭喜参加回忆声乐团的尾牙啊！于是我玩的疲倦，刺眼的太阳，唤醒一切巨大惊慌，开始。至于我所犯的罪，我何尝不想在月色里昏沉的融化。哦，你可满心，我不能给你确切数量，而我摇动的心脏再次的停止摇晃。可可叹息，在这大宇宙的剧场，我被散的一生。哦哦哦哦哦听一下也可以、好，大家都有听到、哦、好，那等一下如果大家手上已经有唱片的朋友，可以到我前面这边排队稍待片刻，舞台上整理一下就开始为大家签名。那我想今天大家礼物拿这么多，然后又要求回声乐团的 Uncle， 如果不买唱片就